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兴大学大家长薛富盛校长为我们致辞。唐政委，在座所有的贵宾，我们企业界的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唐政委，我相信大家对他的背景都非常的清楚，特别这一次的新冠肺炎，我想口罩地图大家在座跟我一样，我们都用过。那现在的振兴三倍券，同样这里面都有我们唐政委的一个影子。那我们非常佩服唐政委，事实上他很多的观念都是一个革命性，对整个企业、对政府的运作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是希望借助我们在草根的力量来做社会创新，我非常非常佩服他，我非常认同他的所有作为。总结计划大概是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集结大家的力量就可以改变，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再一次代表中兴大学欢迎唐政委到这边来跟我们知识的启迪，希望各位收获满满，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薛校长。接下来掌声欢迎中兴大学管理学院詹永宽院长为我们致辞。各位贵宾，那今天我们很荣幸的，就是邀请到我们的疫情的，就是英雄，也是我们的灵魂人物，唐政委到这里来，因为唐政委的关系，才能够吸引一些这么多的贵宾到我们中兴大学管理学这里来，这让我们也跟着 OK 哈，受到就是恩惠，因为就借了他的风光，能够让各位今天来到这里来。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的政委之外，有好几个就我们的以谈人这些都是企业顶尖的人物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能够邀请到诸位来到中兴大学来，那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詹院长。接下来掌声欢迎中兴大学 EMBA 校友会王义华理事长为我们致辞。唐政委，还有我们薛校长，以及我们这一次主办的财经系的我们杨生勇杨教授，还有我们今天与会的各位来宾，所有的与会的来宾，大家好。好。数位的转型是我们必要的，而且要达到要快速的话，我们这一次的三倍券，我们有的人领的是一个实体券，那相信在座的人数位用的应该是非常的入手，因为我们通常会习惯我们要绑手机，尤其是我们常常在刷卡的人，光是用刷卡有时候我们来缴税，刚刚我跟我们中信的我们的贾处长我们来讲，他们这一次当初他们 LINE Pay 卡的时候，我用了它来缴刚推出的时候3%，所以我缴了我的所得税，当年度的自装费我全靠那一张的，所以今年度他们0.03368，这一次玉山也大力的挖，他说理事长0.0368我给0.037，然后外加 iPay， 无论如何他们就是这个抢先机，所以我们非常习惯出门用刷的用 B 的，所以现在是 B 时代的世界，也因为我们的政委当初在第一届小英总统上来的时候，他带领我们看到这个科技的重要，所以今天非常的高兴今天他来到了我们中兴大学，所以我们把时间上留给这些与会的来宾还有我们政委，谢谢。王理事长，谢谢各位长官精辟的开场致辞。唐政委，校长，各位贵宾，好。
那我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这个中兴大学 EMBA 的好朋友，还有大业大学的好朋友，中部地区很多学校的好朋友今天来共襄盛举。很多人好奇说怎么会选在中午的时间，这个学校也太认真了。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时间都是电脑算的。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们配合政委的时间，然后政委也非常积极的把这个希望把时间安排的比较妥当，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间来举办今天这个论坛。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现在是放暑假的时间，所以今天场地是几乎坐满的，我们没有动员学生，好，也没有做任何动员，所以这是主题很正确。再来，政委的这个魅力，好，那再加上我相信在座大家都对这个今天这个主题非常有兴趣。那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凑，所以我也不太想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好，我要拿出我的讲稿，因为当我讲话要比较精准的时候，我会用讲稿。好，好，各位好朋友，你或者你的公司数位转型了吗？转了。OK， 很棒。OK， 那我是身为一个教授，好，所以教授的习惯，我当然希望能够把数位转型跟大家定义的清楚一点。OK， 那我就上网从那个 Wikipedia。找到了数位转型的一个定义，好，我先跟大家定义完之后，你再回头想想看，你的公司数位转型了吗？ Wikipedia 的定义，好，他说数位转型是运用数位科技创造新的或调整既有的企业商业模式与流程、企业的文化与顾客的体验的一个转型过程。 OK， 以因应不断变化的企业与市场的需求。周老师，这太深了啦！哈、哦，他说，那讲白话文一点点，简单的说，就是在未来的数位时代中，重新的想象企业的定位、功能、角色的过程，就叫做数位转型。OK， 好，请问你准备好了吗？好，那请问各位，你们公司数位转型了没？有，好，非常好。那其实在，在COVID-19 的疫情期间，其实我们发现。数位转型，疫情加速了数位转型与变革的一个发生。哦，第一个你会发现很多公司应该面临到那个供应链的断裂、供应链的重建以及供应链短裂的问题，加速了很多智能制造的需求以及智能制造的解决方案的需求。我们待会会有人来跟大家分享。哦，第二个，在这段期间里面，很多工作大家要 work from home。要在家里工作，所以你常常会用到说要选择 Webex， 还是要用那个什么什么Meeting， 很多种这种软体。那我们在薛校长领导之下，我们的大班级全校也全部用网路授课，也开始举办非常多的线上论坛。OK， 那这样的这个宅在家宅经济哦，让两个公司的股票 Amazon 跟 Netflix。股价在疫情期间不断创新高，不断创新高。哦，那在我们平常的在家庭里面，哦，我常开玩笑讲，我是我家庭里面的指定驾驶，我太太是我们家庭里面的指定主厨，但是指定驾驶跟指定主厨都被 Uber 跟 Uber E 给取代了。哦，OK， 所以我想这都是在疫情的过程当中发生的数位转型的一个问题。好，那我最近在企业街常常走动，也常常遇到很多大问大灾问。好，我就待会我相信很多人也会问，他说问的问题包括，请问公司要如何做数位转型？公司为什么要数位转型 ？OK， 第二，公司要如何执行数位转型？第三，公司目前的状态以及要进行数位转型的挑战在什么地方？再来。公司如果要数位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OK， 那我跟大家保证，我没有一个 one answer to fit all， 我没有一个所有的答案，因为数位转型真的是很复杂。但是我们今天中兴大学管理学院财经系非常这个细心的哈，我们安排了透过这个论坛安排了三家企业分享，好，透过三家企业数位转型的经验，我们选择的企业包含。这个资讯汇流与媒体的廖董啊，这就是应该讲的 未来的 Netflix 啦。哦，再来智慧制造，我们和大哦，我们有讲到那个 Tesla 车子在疫情期间股价是翻三倍的。哦，好，那最后我们还找到我们中信金控这个技术长来讲这个金融科技的一个数位转型，给大家做参考。
并希望在座所有的企业主好朋友们要产生一个叫做有为者亦若是的学习以改变，也会给自己公司带来改变的契机。好，那等等我们大概做法是这样，我们大概给每个讲者大概18分钟的时间，好，来去做他们的主题分享。好，就按照刚刚的顺序，那我们在15分钟的时候我会举牌通知。好，那就是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凑。好，那时间到了，好，我们结束三个讲者讲完之后，我们就立刻进行我们今天的论坛，来这个进行 Q&A 的议程。好，那为了让整个议程顺利，好，我们待会现场会准备发言单。好，所以想要请教我们政委问题的，还有我们主委讲者的问题的，请你把发言单来填上，在发言单上请你注明你是谁，好，你想要问谁，或者是去问所有的这个讲者都没有问题。好，来把你的题目把它这个写出来。好，那我想，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准备展开我们今天数位转型的一个交流？那让我们是不是用最热烈的掌声，先欢迎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讲嘉宾唐凤唐政委来跟我们主讲。谢谢，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哦。那我开场，他们说5分钟，所以我尽量5分钟来。我可不可以说下一页的时候，你帮我播到下一页？好，我们试试看，下一页。好，OK。对，数位转型其实它是当然没有就是 one size fits all， 但是我们在这次防疫的过程当中，我们整理了一个蛮好的一个记忆的方法，叫做 fast, fair, fun。就是快速的、公平的、有乐趣，那大概这三个把握住，数位转型就不会这个偏差到哪里去。那快速的部分呢，我们叫做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大家一个群众的智慧。因为在以前如果没有数位转型的话，透过不管是广播还是电视，一个人讲话固然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知道，那并没有一个很快的方法能够让成千上万的人听到彼此在讲什么。那这就是我们在网络上面所谓群众智慧这种平台。下一页。像 PTT， 其实 PTT 是一个非常非常早的，相信中兴大学有很多学生跟老师在使用哦。那这个呢，它透过推文、虚文等等的机制，它一下子就可以把重要的事情浮上来，把不重要的事情不会浪费大家的注意力。所以在去年12月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知道李文亮医师在说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的7例 SARS， 这个在他们那边微博当然一下就被和谐掉，而且他还被请去警察局哦。但是在我们 PTT 这边，在八卦版，他马上就被推到很上面的位置，以至于说我们的就是 medical officer， 就我们的防疫医师啊，卢义军副处长啊等等，一下就看到了，看到之后立刻就启动了所有的超前部署。我们在1月1号的时候，所有武汉来台的班机就已经开始登机检查。那这个就是在短短24小时不到的时间里面，透过这样群众智慧的力量来告诉我们说，哪一些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哪些事情比较不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是社群媒体的一个力量。下一页。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在 PTT 上面发言就会被消失的话，当然不会有人在 PTT 上面发言。所以按照 Civics Monitor， 这是一个国际上面人权组织的一个评分呢、啊，台湾是目前在整个亚洲地区，如果你算亚太的话，我们跟纽西兰是唯二，是一个完全开放的，也就是说任何人的言论自由都不会受到这种不合法的方式去限制。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政府才能够相信民众讲到的东西事实上真的是大家自己感觉到的，而不是说只是政府想要大家讲所以大家才讲。下一页。那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前提里面，我们也设计了很多的一个数位的方法。那有些它并不是用最尖端的科技，相反的，因为我们希望每个人想到一个新的主意的时候都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指挥中心。所以我们不但是每天下午2点当然都开记者会，让大家了解到传染病学最新的发展啊，而且有一个很简单叫1922的这个免费的电话，相信有朋友打过。你打了1922之后，你有任何问题，那就是 call center 的朋友就会解决。而如果你有一些新的想法，好比方说当时有一阵子在4月的时候，有小男生这个只拿到粉红色的口罩不敢去上学，说会被同学笑啊，那只要有人打到1922去进行翻译，隔天哎，我们可以看到，包含我们指挥官所有人都穿上粉红色的口罩，指挥官还加码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粉红豹。那突然之间，那个小男生戴的就是最酷的口罩了。那所以呢，口罩这个就是传播率又增加，就大家都更愿意戴口罩。那透过这样的方法，一丁点的在社会上面一点点创新的想法，立刻就放大，增幅成全台湾都知道，就是所谓的快速的回应啊。下一页。那除了快速的回应之外，当然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它是必须要是公平的。其实在我们当时发展口罩实名制的时候，我们也有面对一个选择，是说我们是先用电子支付，只让人口30%-40%左右的人能够很快速的很便宜很方便拿到口罩，或者是我们要去排队，这个真的是并不方便，但是可以确保说人口70%-80%都能够拿得到。那当时这个陈其迈副院长就告诉我说，其实用传染病学角度来看，如果你只有30%-40%人拿到，那跟大家都没有是差不多的，他一定要70%-80%甚至到90%的人，他那个
R 值，就是传播率才有可能去降下来。所以呢，我们这个公平性就变得比单纯的快速要来的重要。那当时也是因为我们有临时政府 G0 VR 的这样子一个频道的很多的开发者，就是在台南嘛，有一个叫做吴展伟的朋友，他开发一个超商版的口罩地图，让他亲朋好友都可以直接不是在 LINE 上面说这家还有这家没有，而是可以在地图上面直接标注。那当然他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我马上发现，然后也给院长看一下一眼。之后院长就说，哎，这个朋友做的这个真的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药局推出实名制的时候，我们要全力的去支持。那这个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举动，是因为在绝大部分的国家，所谓的政府的资讯开放都是每天开放，已经是最快了，大部分是每星期啦，每个月啦，统计报表啊等等。但是我们当时是每30秒钟就更新一次资料。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去药局刷了你的健保卡，然后拿到2片口罩，或现在可以拿到9片，或者如果小孩10片口罩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药局的这个存量从58，哎，直接减到变成49或者是186片孩童口罩。也就是说，如果你刷了这个健保卡拿到了口罩，然后你会看一下口罩地图，如果它的存量反而还增加了，你当场就打1922哦。意思就是说，这个系统的公平性不是靠大家相信健保署来这个确保，是靠药师跟所有排队的客人，每个排队的客人相信他前面的跟后面的人能够去用这种参与式验证的方式。那这个就叫做分散式账本。我们有超过140种各种不同的开发者，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所有全台湾的药局的存量。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不可能在事后再去篡改啊，再去修改啊等等，因为所有人手上都有一份，大家都可以一起来验证说这个数字是正确的。下一页。那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民间的朋友也像很有像期货市场这样，他会去分析它的供需比。像我们在就是增加产能，从每个礼拜3片，每2个礼拜9片的时候，这边就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产能的增加，甚至某些地方它的配送就是不是很有效率，导致有些地方没有口罩，有些地方有口罩等等，这些都是由民间朋友分析给我们之后，我们直接去调整我们的配送的这个策略。所以呢，这件事也告诉我们说，哎，大概就是到70%几，总是有那20%人，他可能工作时间很长，就是说半夜10点才下班。下班之后药局就打烊了，他们一直拿不到口罩。那这些朋友怎么办呢？我们就必须要跟24小时营业的超商合作。下一页，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院长笑得很开心，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口罩2.0退出的时候嘛，你可以24小时去取用。那再接下来我们又发现说，因为毕竟要使用健保快一通，你的 SIM 卡必须是自己的。那有很多移工朋友，他 SIM 卡是用预付卡或等等，所以2.0他们也拿不到，但是他们也没有那个时间去药局排队。所以我们最后呢，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去跟超商合作。那你只要一插卡，就可以在超商直接去预购。现在甚至是大部分人都是这样，3倍券大概大家都是这样子买的。也就是说，这套系统它是泛用性的，就是当我们一开始证明说这是一件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只有越来越公平。如果一开始你是排除掉大部分人，只让少数人使用的话，它会越来越不公平。所以这个系统一开始你起心动念是公平还是不公平，这个非常的重要。好，下一页。那所以最后呢，就是要有乐趣。那疫情其实是大家特别紧张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其实这个紧张会一不小心在网络上面就会变成一种好像谣言，很容易传播。好比方当时我还记得说，有人说这个口罩从200万每天变成每天2000万片的时候，它的制造的材料跟卫生纸差不多。那这样子，这个卫生纸很快就会没有了，然后大家都冲出门去买卫生纸啊，所谓的卫生纸之乱，这个延烧了一阵子。那当时呢，我们就马上启动我们的即时的回应，叫做 humor over rumor 啊，就是所谓的谣，就是用幽默来战胜谣言。因为它的概念是这样，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让你义愤填膺的事情的时候，你如果不按分享，然后觉得对不起自己，一定要是大家都要这个义愤填膺，才是自己心里的那个焦虑感稍微获得缓解。所以这个 R 值可能是3，就是每个人会平均分享给3个人。但是我们如果做一个很幽默的梗图，让你看到卫生纸这件事情就会哈哈大笑的话，其实在脑里面快乐的情绪跟愤怒的情绪没有办法并存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实际上是一个免疫作用一样。所以说我们叫一个 R 值比较高的一个幽默的梗图的话，大家就不会再传这样子一个不实的讯息啊。下一页。所以呢，当时这个我们就知道院长刚刚是看到正面嘛，现在看到背面，但他正面也很有梗啊，背面也很有梗。所以他就当时那个文案是说，不管你再怎么会囤啊，我们都只有一粒卡层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非常棒的一个幽默，因为囤跟囤在中文是同音字嘛。那所以他马上就记得，而且这张图它是就是卫生纸的包装，所以大家立刻就会看到说，卫生纸的产地是南美，那医用口罩不织布的产地是台湾，所以一边增产绝对不可能影响到另外一边的销量，所以一下子不到2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这个的传染率在网络上面马上高过本来的那个就是不实的讯息。所以当然不实讯息是要法办，底下有说这个会最高关3年哦。所以后来我们也去调查到底是谁在传那个不实讯息，后来发现是那个卫生纸的直销商。对。
就是为了图个人的利益。那但是这个不是只有一次性的善业，我们可以看到说每次下午两点，就是疫情指挥中心开完记者会之后，卫福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就会回到他家，然后去拍他的狗，这是他家养的狗的照片。所以说每次他有一个什么什么防疫期间不要吃手手啊，或者是说我们的社交距离室内要是三只狗啊，室外要是两只狗啊，或者是要记得买口罩啊等等，这些都是变成非常幽默的一种梗图。那当这种梗图越流传，每个人就会开始想各种各样新的梗，什么内外夹攻大力丸，什么手吸收的口诀之类。那这些就是确保说大家都用一个基本的就是开心的所谓正向防疫这样一个态度。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不实的讯息不但不会流传，而且每个人想到一个新的梗、新的想法的时候，他就可以更愿意打电话给1922。所以快速、公平跟乐趣这三个是互相加强的。下一页。好，那以上就是这样子，不好意思花了7分钟、不是5分钟。那但是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我们有个 Taiwan Can Help Us 这个网站，是我们分享刚刚讲这个台湾模式给全世界的朋友，包含我们当时的陈建仁副总裁，为了这个专门去录了一个线上的一个就是流行病学101的这样一个课程，所以很欢迎大家看 Taiwan Can Help Us， 谢谢大家。政委的报告当中，我们发现政委的逻辑很清晰，而且他的思路很清楚，难怪我们的数位转型可以这么成功。好，好，但是刚刚政委提到，我们从政府的角度里面看到，透过三件事情 ：fast， OK， 再来呢 ，fair， 再来呢，把这个我们在政府的这种数位转型或者数位的这个服务上做到，我觉得很难得。台湾我一直讲。台湾能够在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国际的疫情当中，透过这种数位的能量啊，弯道超车，让很多国际的这个先进国家对我们的防疫以及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形象，其实做了很大的加分。好，我们待会还是提醒大家，因为他讲的也很多内容，欢迎大家提问。所以我们在您报道的时候有提问单，所以待会要问政委的问题，请你提问单赶快写好。我们在1点提问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以政委的题目来优先来这个提问，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我就来介绍我们今天下一位讲者。好，那下一位讲者呢，他有一套非常独特的思维，好，以及他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有关未来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请进影片，然后进完影片之后，我们就让主讲者自己进场，这是新这个年轻人的方式，然后他自己介绍他自己，好不好？好，我们请进影片。台湾数位光讯科技集团不断地探索着未来，并接近未来。我们经历921大地震。从灾区一路走到了上市公司，我们从传统的地方有线电视台迈向了光纤到府，成为智能家庭的守护者。我们从视讯的供应者成为内容的产制者，一起找回那些被遗忘和忽略美好真实的。我们长期守护家乡的价值，把在角落被忽略的心声，在最短的时间做最真实的呈现。谢谢董事长对地方事务的注意。我们相信，只有扎实的在地化，才能真正的国际化。走向未来，也让未来走进来，一起连结，一起预见下一个美好。是的，让想象不再是想象，因为未来一定会来，而且不管你接不接受，他会用你准备不好的姿势，都还没有准备好的姿势呢，对着你迎面而来。各位，我是台塑科的廖子成。刚刚各位看到影片，我不是要让各位看到一个台塑科20年的演进，我是要告诉各位，这是一个世代的翻转，是翻转。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好，生态链大洗牌。我们都知道，各位在学校学习，当生态链在洗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机会，也是价值重新分配的开始。那么你会是在
被甩掉的那一边，还是你会是在5G、ABC， 会是在产业的另一端。经过 SARS 之后，各位都知道，我们现在呢，在地生产跟远端操作已经变成你生活里面非常重要的主轴。上面大家也看到了 5G 已经到了商用的时代，可是呢 ，6G 已经开始。5G 跟 6G 的差别其实并不多，可是呢 ，5G 就像现在我们等一下会说明的几大特色之外 ，6G 呢就会像雨露均沾，从天空撒雨一般 ，WiFi 从天空下来。那么各位在这个时代的演进当中呢，如果你还是在打电话订餐厅的位置，如果你还是在流动的公司里面用很多的人力，那么你就会输在起跑点。各位看到了台积电移到美国，那么它需要很多工作同仁的话，那么你就有很多的这个人力要去安排到这个美国去上班的话，那这样子呢，移动呢会比起你只有没有人的工厂可以四处移动的话，那你就会差很多哈。那这个是我们在新的价值链的过程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哈。下面，好，5G有三大特色。首先呢，我们要提一下低延迟。在这一次的 SARS， 在这个 COVID-19 里面，大家看得很清楚，远距医疗可以开始运作了，因为 5G 的时代它没有累。如果你正在做心导管，你的心导管刚好穿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累了，那么你针头是要往前进还是往后退？如果我们在高速率的底下，各位可以带着你的 AR VR 的设备，你就可以逛博物馆，那么学校该如何自处？如果我们在广连结底下，你没有在生态系里面，将来车子不是你跟他说我要去喝咖啡，是你要告诉他说嘿，我要喝咖啡，他就载你到 7-11，或者是你到的星巴克，或者是你最喜欢的路易莎咖啡。如果你没有在生态系里面，他怎么会知道载你去哪里呢？这是 5G 里面非常重要的三大特色。下面，接下来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你要有斜杠人生。斜杠人生让你能够多能工，你能够有资产背着到处去增加你人生的价值，丰富你生命的经验。可是呢，产业也是一样的，它需要非常多的能工。当你基础网络架设好之后，上面有非常多的垂直应用。我用几个例子让各位稍微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智慧交通，这是我们公司呢在下一波我们准备好的一个，我们下一波大家看一下，这个非常不容易，没有人开的巴士，它在雾峰球场实验，在了全台湾最多7000位的这个人次呢，可以速度的坡度。各位看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急转弯，各位看到，这是台湾的团队，那我们非常骄傲。各位怎么知道车子经过路口的时候，到底是因为下雨要停，叶子来了要停，还是一只猫跳过来停，还是你真的撞到人了？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转变里面，我们也做到了。好，那下一页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只让各位看到智慧工厂，这是我们自己的台中的隐形冠军，我们的友家企业。他用 AR 跟 VR 的技术呢，还有他机械每次在展览的痛点，因为机械展览你要搬到美国，你要去组装，很多的客户来没有办法一下子就看到你组装好的产线是什么。那现在呢，他已经把它全部都在智慧 4.0 里面的工厂里面完成了，很快速，就在 before 跟 after， 这样各位可以看到他不用带着机械出去展览，不用带着他的机器，那么他就可以让大家很深入的一层一层看到里面的操作界面。下一页，好，第三个就是我们也是 5G 的特色里面，在家里面你也可以体验全世界。那我也稍微说明一下，有线电视已经不再是有线电视，我们叫做 Hot TV， 下面多一个 Plus， 你在家里呢就可以看到全世界或者你喜欢看的演唱会。以前我妈妈最常告诉我，就是说你那个演唱会的票啊，我看不清楚。好，
他喜欢看费玉清唱歌，那你怎么跟他看清楚？如亲身经历现场，那这个舞剧就可以做到，那你就可以带着你这个 VR， 或者是你看到周杰伦旁边有邓丽君的这个 AR， 都已经在现在全世界都已经 在做了。那下一页，好，所以呢，政府的核心策略就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这一次呢，我们的小英总统提出数位资通、资讯安全、生技医疗、航太、绿源、民生物资，都是在我们五 G 应用下一个非常前瞻的概念。各位，政府的政策就是你的出风口。当政府政策在吹风的时候，你并没有站在那里，那么你可能也会被甩到另外一边去。下一页。桃园政府成立全球智慧机械发展中心，目标打造台中成为国际级的智慧机械之都，要成为科技产业的领头羊，创造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角色。台塑科呢，一向致力于地方上基础建设。那我们在这个智慧场域里面呢，盖了很多的光纤，光纤是一个很重要的建设，在上面我们就加了很多的侦测器，湿度啊，或者是 PM2.5 的侦测器。帮助这整个智慧机械要提升到4.0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总统表示，台中经过3年积极招商，成效显著，累积投资超过9000亿元，是全台第一，实现台中智慧机械之都的愿景。好，各位，并不远，就在我们台中经理园区里面有我们台塑科的角色。那么各位，不是只有眼镜哈。今天我要告诉各位是翻转跟创新。那么台塑科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中兴大学读书才会这么勇敢。首先呢，我们看了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拥抱了敌人，全台湾第一家跟 LINE TV 合作，我们进入了 OTT 的世界。第二，我们进入了光纤入户，所有的行销包装通通来自你蹲好的马步。接下去我们翻转转向新媒体，我们今天带来了我们网络上最漂亮的小主播。那这是我们三支箭，我们准备往天蚕变。下一页。好，不是只有眼镜，还要翻转。记得我在当中兴大学校会理事长那一年，我的口号叫做翻转吧 ，Boss。我们希望老板不是在地上滚来滚去，我们希望老板能够提出你创新创业的精神。那这件事情呢，非常不容易，需要很多大家一起的努力跟鼓励。那这里面呢，台塑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智慧家庭。各位看到中间一个黑黑的小盒子呢，这个盒子现在已经进去家里。有一天呢，这个我一个合作伙伴告诉我说，他的爸爸看那个政论节目啊，看到一半都不敢去上厕所，然后他女儿就在旁边拿起遥控器按了一个暂停，他爸爸下巴就掉下来。电视可以暂停吗？电视是可以暂停的，只要你用了这样的一个盒子呢，这个盒子进去家里之后，一边看电视，另外一边呢，你可以礼拜五礼拜六追剧。没有看过爱的迫降举手。哦，还有人没看哈，赶快去看哈。不过他在 Netflix， 不在我这里哈。好，那这一块呢，我们的盒子呢，首先是在亚洲第一个跟 Google 认证，认证完之后，你进去 YouTube， 电视可以进去 YouTube， 那 YouTube 上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哈 4K 的影片，智慧生活已经在你身边哈。你现在要操控你的电灯，操控你的跑步机、你的冷气，所有这个红外线的这个电家电用品呢，通通可以用 IoT 物联网在家里开始实现哈。那智慧照顾更是了哈，我们推出了这个阿嬷的金孙，阿嬷就可以在家打开电视，她最容易使用的界面就可以跟她 Bigo 金孙对话哈。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智慧影音 ，OTT 叫做 Over the Top， 就是网络电视的意思哈。那传统的电视呢，加上网络电视呢，已经在你不知不觉的界面当中呢，背后有非常庞大的这个网络在整合哈。那我们也开始跳进去了，这是第一支箭。下面天蚕变的第二支箭呢，唯有深耕你才能够要紧。台塑科呢，从创始以来，我们就开始呢一直很努力在光纤的铺设，给民众最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的信念哈。所以它的光纤铺设占了台湾41%，虽然它不是最大，可是它的光纤网络却是最大的哈。怎么样形容呢？大概是30000座的101。下一页。好，越在地越国际。各位看过 HBO 在台湾拍过的《通灵少女》，各位就知道，你现在唯有在地，才能够在国际化里面更出色。所以我们在内容方面制作，我们已经开始转型。我们请了名导演、大导演到我们这里来拍了地方的纪实影片，行销全世界。外交部各位看到贴的影片，就是我们公司制作的哈。那最后呢，我们的媒体虽然是地方型的媒体，可是它得了非常多的这个奖项哈。我们用小金鱼来
用小虾米来 VS 大鲸鱼这样的精神在做哈、哦。我们的公司大概100位记者左右，可是呢，我们的 TVBS 非凡或者东森呢，大概1000多位的记者，可是，在竞技下面呢，我们居然可以赢过他们哈、哦，得了很多的卓越新闻奖。下一页，好，这是我们上一页，对不起，因为我们改15分钟哦，来上一页。好，各位稍微看一下哈、哦。跟四季马来来回穿梭。这是地方纪实，更串起了人跟人之间的情谊。在4个轮子和2个轮子的持续移动中，传递着偏远角落里的每一丝温暖。这些在家人之间才会有的日常牵绊，我们就在海拔3000公尺的高山上，非亲非故的一群人中看到。好，这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影片哈、哦。我们做了很多人文纪实，为地方发声的大小声。那么科技呢，始终来自人性。我们为什么要做一台大巴士？因为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偏乡地区要去高铁，要去交通网络里面，事实上呢，它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之后，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新创，可是这些新创呢，都千万不要忘记巴菲特讲的话。他说：“你是1%成功的人类，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后面还有99%的人。”好，那这是我们一项在我们创新研发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哈。所以下一页我们看到了速度来自温度，有你的实践，台湾会不一样。祝福中兴大学。在校长领导之下，我们的百年呢能够更发光发热，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与会的同学或好朋友健康平安。刚刚好15分钟，谢谢各位。哇，那个时间掌控了，时间掌控非常好，所以看到当董事长的人才非常精准哈、哦。那我是廖董的老师啊，但是我跟大家讲，我跟他学的哈、哦，可能比我教他的还多。那我们刚刚听到了3个观念，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第一个，因为现在你在这种是叫做平台经济底下，你不知道竞争对手是谁哈、哦，他拥抱敌人，对不对？光鲜入户，然后最后要转向新媒体，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我们要延续着刚刚讲的一些智慧制造的这个一个议题，我们待会要邀请到下面有个贵宾哈、哦，我要先讲，就是说我们常发现那些哈、哦、顶尖的人啊，都很难搞。因为他要求很严格，他脸臭臭的。我不是在说你很难搞哈、哦。因为这位公司的负责人常常负责一位很顶尖的人，叫做 Elon Musk， 好、哦，特斯拉的老板，非常顶尖，非常难搞。我们待会听看看他的这个分享。我们待会由这个和大工业的这个沈千植沈副总跟我们带来智能制造与工业4.0，好。然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搞定很难搞的人的副总啊！好，大家好，校长彭政委，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中兴大学跟各位啊，还有我们尊敬的廖董事长，还有蒋技术长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数位转型的议题啊。今天答应那个杨教授的邀请，是因为，我以为只有30-40个人哈，今天看到这么多的人才了解我在傻什么呢？大家都想来看政委啊、哦。好，下一页谢谢。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智慧制造议题哈。我们和大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66年，那主要我们的本业呢是研发跟制造这个传动系统零组件，那它应用的产品呢是这个汽油车，也就是燃油车、电动车、重型机车，好，航太产业也有，好，我们刚所以讲跟这个廖董事长那边比较相关的卫星的部分哈，还有农机跟一些电动脚踏车，好，凡是动的东西可能都会需要我们公司的零件，好。那近年来呢，我们是从以前单纯 OEM 慢慢的朝着跟客户协同开发、研发、制造跟包括后续的产品的验证的这个 ODM 来发展。好，那我本身呢，在公司已经任职了18年，其中有6年是在国外的子公司啊。那目前是公司的副总经理，那
负责的部门是研发、业务、品保和采购。在2004年的时候，我在加州的彼得·杜拉克管理学院取得我的 MBA， 所以杨教授一直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做他的学生呢？不好意思，因为已经取得 MBA， 谢谢。好，下一页。我们公司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在中台湾。好，那近年来我们把我们的重心慢慢移到我们嘉义的厂区。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嘉义厂区由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着手规划跟建制的智能化生产线。好，以我们传统产业来说，它要做一个数位转型，其实相对是非常困难的，它有很多的挑战。好，所以一开始我们要做数位转型呢，是由我们公司的最高领导人董事长来做一个宣誓，然后再指派副总级的干部来全面的导入跟执行。好，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深信近年来呢，这个数位转型它已经不是一个选择了，它是一个企业保有它的市场竞争力的必要。好，那这样子的一线流的智能化生产线呢，它大大的改变了我们既有的一个生产模式。好，那当然它也改变了我们的成本结构。好，那管理效率大幅的提升。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用了很多的门型自动化跟自动手臂，关节型自动手臂，连接了这个八国联军的设备。那为什么说八国联军？因为我们的设备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好，那这样子的一个生产线呢，我们也结合了 MES 系统。好，那让它能够全程监控跟记录整个生产过程，所以我们的产品是跟蔬菜水果一样有生产履历的。好，我们在这个智能化生产线呢，我们建置了所谓的 inline sensor， 也就是感测器的部分，所以在每一个关键制程后，我们都做线上的100%检验，所以它帮助我们达到成品的零不良。好，那我们刚刚讲到，我们是有生产履历的，我们给予每一个生产的工件一个身份证，一个 identification， 所以事后我们追溯是没有死角的。好，当客人他对于这个产品有品质疑虑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追溯到每一个工件，而不是一个区间的大量工件。好，所以每一个工件在哪一个时间点，哪一个生产线，哪一个工站，什么加工参数，甚至最后被包到哪一个大箱运给客户，我们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好，下一页。好，这个是我们在嘉义厂区的一个电子看板。好，那透过了这个 MES 系统，其实我们是 real time 监控了很多东西。好，例如这边比较不清楚，例如设备的状态。好，当它设备是在加工中，它是呈现绿色的，当它是待机中，它会呈现黄色。那 for some reason 它是故障了或停机了，它就是会呈现红色。好，那它也监控了这个我们可能现场油量的高低，好，刀模制具的寿命跟它的库存，还有我们及时的物料的库存，那也跟这个线上品质的 SPC， 所以它是可以让我们提早知道不良品快要产生而去做因应。好，那当然这个看板你是不需要站在我们的嘉义厂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到的，你可以随时随地透过你的手机，透过你的电脑，或甚至你在你的台中，我们的台中的办公室建置一样这样子的电子看板，连线 MES 马上就可以看到。好，那当然包括了这个即时的影像，好，这个 camera 照到哪里你就知道哪一个操作员在睡觉。好，那这样子看似非常方便又有点不错完美的这个智能化系统，实际上它确实有很多的优点，但是它也有很多的挑战。来，下一页。好，那我们先讲优点好了。优点第一，它可以让我的这个产能很稳定。好，机械手臂它不会累，它可以做24小时，它不需要去上厕所，它速度不会变慢，我每天不会因为我的人工数去影响到我的产能。好，那
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它不但节省了我的人力，它还降低了我人员的出错率。好，那因为它降低了我人员出错率，我的良率整个就提升了。好，我几乎可以达到成品零不良。好，那良率提升意思就是什么？不良成本下降嘛，那我潜在的报废率也下降了。好，那我的交期呢，从原本我们现在台中厂区的批量式生产，也就是工作站式的生产，从60到90天，现在变成2分钟不到，平均来说90到100秒，我可以产出一支弓箭。好，那我怎么做到的呢？实际上，我们现在的比较传统式的生产，它其实是有分内制跟外包。好，当我内制的时候做完又送出去给外包，外包应该是不会马上跟你做完，好，它可能放个2个礼拜、3个礼拜再慢慢上线。上线回来，你又要做下一个制程，那或许你也不会马上做，所以这样来回其实是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加上来回运输，它其实是比较有品质风险的。好，那刚刚有讲到，因为它是可以蛮精准的预测到我的刀模支具的寿命快要到期了，然后看看我的库存有没有我的这些刀具的库存，我可以提早去换。而不是等到我的线上产出了不良品，我才知道要去换我磨耗的刀模支具。所以这个呢，可以让我们提前因应，也就是降低了我们设备的停机时间，那也当然就是提高了我们设备的加动率。我们现在的嘉义厂区哦，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的厂区里面毛利率最高的厂区，因为是这样子的状况。好，那所以未来呢，当我们的嘉义厂区的营收贡献提升的时候，对我们公司整体毛利率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对于客户来说呢，它整个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体验。好，客户对于这样子的监控跟管理，他是放心的。好，所以他即便不是一个最便宜的成本，他其实还是会很放心的任命新的专案给我们做，因为客户知道这样子的一个生产模式出错率是低的。好，那所以我们优化了客户的体验，提高了客户的满意度。好，那挑战很多挑战，因为我们是传统产业啊，传统产业要做数位转型本来就很困难，所以你第一步要做的是你要让你的核心员工或资深员工去了解数位转型的必要性，跟它可以带来的效益。好，那对于这个资深员工比较多的公司，他为什么数位转型比较困难？很简单，因为他们不懂也不会。好，你让他们去学，他们仍然不懂也不会。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去盘点可用的人力，或者是可再教育的人力，其实就是非常的重要。好，那再来就是比较资深的公司啊，他当然会相对有比较多比较老旧的硬体设备跟厂房。比较老旧的硬体设备，其实有的根本就不具智慧功能。好，那有的稍稍可以的，你又要花一笔费用去优化它的网络跟连线能力。好，所以大家都知道旧厂房去升级，它的费用当然就是远远会高于这个新的厂房嘛。好，所以就是这个就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再来呢，这个领域的专业人才跟厂商其实是相对比较缺乏的。好，尤其是我们在台湾找专业厂商来设计跟建制我们这一个产业的智能化生产线，几乎是没有。好，所以我们在学习，厂商也在学习。我们的人一开始去对应厂商的时候，所谓的专业厂商，好 ，quote unquote 专业厂商，实际上我们的人在有限的专业知识下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厂商讲的东西是对还是不对，好，或者他开的价格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觉得很不合理啦。好，那或者他后续追加的费用是应该还是不应该，我都是觉得不应该啦。好，那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状况下，它往往会导致这个投资成本过高，好，难以回收，或者有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完成一个案子。好，好，下一页。帮我在两个图都按一下，这是我们现场的实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嘉义厂现在有15条智能化生产线，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有用方纳克的手臂跟库卡的手臂。
我们的自动化生产线呢，它从原本的28人一班，也就是我们是两班制，56人一天，现在已经减少到了5到6个人一班，也就是10到12个人一天，所以它大大的减少了我的人力，然后也减少了人员的出错率。那我们的机械手臂呢，它其实旁边都有安全围篱，好，那甚至有的是带有感测器的，所以呢，如果它发现环境有人，它的速度会变慢。它如果发现它被碰到了，你碰到它，它甚至会停止。所以这个对未来制造业的人机协作就很重要。好，好，下一页。那最后呢，当然我们对于自己还有这个产业或者这个环境会有一些期许啊。好，对于自己来说呢，我们会想要自己的人啊更能去适应跟面对啊，有的人还不想面对啊，去面对这个数位时代的来临。好，那当然一定要强化这个无纸化作业，提高管理效率。那对于客户来说呢，你才可以带给客户更高附加价值。所以呢，带客户更高附加价值，他才愿意给你更多的生意嘛，所以你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嘛。好，那这个是这样子的目的。嗯，那再来对于不管是这个环境啊，不管是教育界或政府也好，哈，我们是希望能够再培养更多这方面的人才跟专业厂商。好，所以让一些真正想做数位转型的企业，不要再不知道怎么办好，让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人，更多的管道，更多的判断，然后可以更经济的去达到这个数位转型的目的。好，那以上是我很简短的跟下面应该是没有了啊、哦、这是我很简单跟大家做的分享。那等一下有任何的问题都很欢迎去问这个唐凤政委，谢谢。如果大家有问题写你的发言单，那我想那个千慈副总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这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很深的东西。我们常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武功高强的两个人这样绕来绕去的，我要出手了，我要出手了，有没有？结果没想到公司的 IT 可能也不知道我们真实的需求是什么，然后我们那个来的顾问恐怕也没有办法知道公司真正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想只能透过多了解多问，然后呢到学校里面来上课，好不好？好、哦，我想千慈已经把他第一次在这个大场的演讲献给中兴大学，我想来中兴大学念书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哦、好，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哦、好。那最后我们想讲，其实我们在推这个数位经济、哦、我常讲就是说那个人、哦、需要血液就很像金融之于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这个金融的循环，经济才能够更健全的发展。所以我们最后请到中信金控的技术长贾景光先生哈、哦、来跟我们讲金融数位转型的机会与挑战。要介绍他出来之前，我先让他了解他在 IBM 已经工作了19年之后才到金融界来帮我们这个中国信托金控做数位转型，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人。所以他跟着绕着跟你要有武功的时候，你真的要退后两步，好不好？那我们掌声欢迎贾景光。金融业是所有数位转型这么多行业很重要的后盾、啊、因为我们会服务个人服务企业，那就像我们这次政府做的一样，大家都在转型，金融业也要超前部署、啊、所以中信金控其实在5年前我们就展开一个大型的数位转型计划。所以我、哦、数位转型不会有成功的一天，我们自己定义它是一个持续不断快速适应外部改变的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没有认为自己数位转型成功，所以我们做了5年。我很快重点透过今天大家的参与分享，大家了解我们做的一些思维还有观念，还有这一波疫情上我们怎么利用过去5年的一些基础去帮助更多的民众。好，所以我会很快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对，你看通常数位配好为什么要做数位转型？其实很简单，过去这5到10年金融业起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可以看上面，所有的国际金融业都说 ING 说它是科技公司，只是刚好有金融业执照， DBS 说它接下来越来越不像银行，
会越来越像科技公司。JP Morgan 更快了，他直接说我就是科技公司，他的财务长，这样股价就会滞涨。金融业开始往科技发展加速，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角度更可怕，所有的大的科技公司都开始提供金融服务，包括 Amazon、Line、乐天等等。所以这什么意思？金融业过去是特许行业，但在未来的时代，金融服务永远都会存在，但不见得是金融业可以提供，有可能是他们会吃掉的午餐。所以中金金控早在五六年前就发现这个趋势不可挡，所以与其被别人颠覆，不如自己先颠覆自己。这是我们过去五年数位转型很重要的思维，打破金融业过去做事情的方法跟策略，重新思考。请帮我翻下一页，谢谢。好，那我们在做什么？很简单，先做数位化，再做数位转型。数位化是数位转型的第一步，所以想办法让我的所有数位通路的体验能够越容易越好，这第一点。第二点，让体验变好，可以客户从有人用变成天天用，体验好，我就会想要多用。这一波疫情也很快让大家知道一下数字，我们的分行客户来分行的交易下降了平均15%到20%。数位的交易上升了60%到70%平均，因为大家不想去分行，全部往数位，所以这一波疫情帮助很多过去还依赖实体为主的，一次就转换过去了。再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整个如果中国信托银行实体分行跟网路交易数的角度，已经过90%在网路上交易，我们剩不到10%的交易是透过实体分行，所以台湾是一个非常容易接受数位的一个国家，如果你的体验能做得好。所以我相信不止金融业，各个行业大家都这一波会感到这个感觉。所以未来我会往全民用走，也就是把金融服务铺到各位习惯的场景，而不是一定在金融业场景。所以各位如果有是中国信托客户，我们现在很多的服务在 LINE， 在手机你的社群里面就可以问问题，就可以转账，就可以知道你信用卡有没有刷等等。也再帮我翻一下。好，那刚才讲所有的金融业都往科技移动，我们自己也锁定了 ABCDE 这五个科技投资重点，包括人工智慧、区块链、大数据、云，然后我们以客户体验为出发，所以我们不是科技公司，我们所有做科技的应用都要帮助各位，就是体验变好、速度变快、容易用、更安全等等，这个中心思想出发。所以过去这几个实验室我们都投资不少的人才跟经费，帮助我们去快速的达到一些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创新。再帮我看一下，好，上一页对不起。所以我就 AI 稍微重点让大家理解一下我们在做什么事。我们有6大平台，包括对话、学习、视觉。简单讲，人工智慧对金融业的营运的改变，就是让简单事情电脑做，复杂事情的那种，我们不是用人工智慧来取代人类工作，让简单routine的事不需要再用人高贵的能力来做，让人去做高价值提供服务有温度的事情。举例，我们的客服以前要我以前还没进金融业，是突然要查个信用卡或什么事，打电话到客服中心，BBB 弄身份证，我可能因为消费不是很高，永远要等5到10分钟，最后接起我电话是30秒就回答我的问题，等了6分钟，只为了那30秒的问题。好，现在有智能客服，不用，你们在 LINE 上或者我们的官网上，直接把问题，大部分简单问题，80%现在简单问题，不需要打客服，直接用文字或语音就做完。好，这是人工智慧可以帮忙我们的地方，让那些客服的能量去服务比较复杂的问题啊，或是那种 advisory 需要建议型的问题。好，所以是 AI 的其中应用。对话式银行这今年先上的，我现在转账。在我们的手机银行转账，我不用用按的，我直接讲说我要转给我妈妈10000，我妈妈账号就跳出来，我直接说 OK 就过了。那我们希望下一阶段能做得更复杂一点，我希望转给我女朋友30000，会跳出3个账号，然后说根据你转账的金额30000，应该是女朋友 B， 因为过去3个月你都是转女朋友 A 5到10000的，等等，再看一下。就是如果人工智慧再一步进阶版，就会变得比较复杂。但这个基于金融业是高度管制行业，这功能我们应该先不会开启啊，以免造成一些个资跟困扰。还有学习等等视觉，
智能甄审是我们大量使用 AI 来帮助我们去判断什么人可以给放款，或是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这个在我后面会讲的例子里面帮上很大忙哈。所以简单讲，利用这些平台，把简单的事情我就交给机器来做判断，让人去做高价值服务高的事情。OK， 帮我翻一下一页，谢谢。好，那数位转型是只有科技吗？好，我们一直认为不是。数位转型要成功，我们认为数位文化的贯彻，比单一从科技角度更为重要。所以数位转型，我不认为是买一个 AI 的软体装到企业里，或是做一个很厉害的网络银行就叫数位转型成功。它是有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市场各种变化，你去执行的能力。所以必须要有策略。当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到底我们的目标怎么样，很清楚。转型要有策略。结构我们叫做工作方法的改变，老师待会会讲一下。过去，银行业是按部就班，风险，很怕有风险 的思维。但在数位转型要快速能容错的时候，一些方法跟结构要改变，流程也一样。人员很像刚才那个唐政委讲的，三个臭皮匠打过一个诸葛亮。很多数位东西你要快速有懂数位的人、懂 IT 的人、懂流程的人、懂业务的人，快速组队去完成一个任务，怎么快速找到人才，最后才是科技。所以过去中信五年在做什么？不断练兵，找应用策略，改变流程，组队，然后用新的技术来突破，去快速的改变我的营运模式，不管刚刚我前面举的这些例子。所以 这个很呼应刚才唐政委讲的快，一定要快。这个圈圈是过去可能金融业一个应用系统我绕一圈要一年，现在我可能一个礼拜我就要能做一个快速的决策、快速的应用、快速的实验、快速的错误，去突破。所以这是一个转型，我们认为是一个整体营运模式的改变，不是只是一两个科技的应用的变化。谢谢，帮我翻一下。那所以过去五年我们大量使用一些我们叫敏捷文化的方式，从客户的痛点快速试错、排程、开会的方式，怎么用团队讨论，不断的去练兵。以前金融业的模式，因为我就讲我们是高度管制、风险控管很重要的行业，以前我们一件事要规划好要花两到三个月，把方方面面全部都想好，然后做一个系统可能六到八个月，最后使用者测试四个月。所以一开始谈需求到最后客户看到东西是一年后。好，那以这个数位时代来说，看到需求就一年前的需求跟一年后需求根本都不一样，就等于白做了。这个圈圈太慢。所以过去我们这五年不断练兵，很多是快，然后先有我们叫 MVP 小版本的试验，让客户先用，一定不见得一百分，先有八十分，慢慢改、慢慢错、慢慢调。好，这种数位快速迭代的方式，好，融到金融业的营运里面，互补原本很稳健的行为。好，金融业还是一个以稳健能保护客户资安资讯为核心价值的行业，但我必须要融一些快速反应、能够融错的流程跟那个思维在里面，这样才能快速应应这个市场。好，可以帮我翻下一页，谢谢。好，那这一波疫情恰巧是我们一个绝佳机会去练习，不是练习了，这就是实战，看我们过去这五年这种快速反应市场的能力有没有被那个能够被拿来应用。所以政府对于这个疫情，不管三倍券、纾困等等，提供了很多方案。好，帮我翻下来。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方案，第一时间就召开了高阶主管会议。好，因为我们发现事情大条。好，为什么大条？这个我们那个我就拿个人为例哈，我们是政府是第一波要给五十万个名额。啊，一个人十万块的纾困，后来上升到一百万，好，所以我们预估会有我们叫给大家一个数字，大家比较概念，我们一个月中国信托的放个人贷款大约是一万多件，我们会预估这一次进来有可能会超过二十倍的量，好，二十倍对银行是什么概念？假如我一个分行当时是五个人在做这个业务，我要让客户不排队，代表我瞬间要变成一百人。数学上就这样，而且这一百这增加了九十五个人，要跟那五个人一样熟悉。好，这第一个。假设我后台本来是二十个人在审所有要不要放款的文件，这代表我当天要增加为四百人。
而且 这增加的人要跟原本的20个人能力是一样，我才能保持一样的速度，这个叫20倍的概念。所以我们开完这一波要支援政府快速纾困的议题，我们马上下了一个决定，绝对不可能用人做，一定要全部能用数位就用数位。所以我们把所有过去刚才那五个步骤开始快速演练，因为我们原本就已经有一个类似的数位流程，但要把所有人工介入的地方尽量少化，越少化越好，所以否则就会造成这样，好，所有分行一定变成这样，有20倍的量进来，一定客户等，而且客户在那个纾困的状况下是很焦虑的了，马上给你文件，你不给他反应，他就觉得你好像，是不是要带给别人，是不是那个对我不公平，这第二件是公平，是不是有人有特权可以拿到那10万，不是我啊，这一定吵翻了。所以数位另外一个好处，除了那个 fair 是一个很好的，我全部放在官网上，就有个 link。谁丢得快，谁就省得快啊！那个没有争议会比较小，没有什么特权程式躲在后面啊，所以那个照数位的模式做。好，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往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刚才讲那5年的数位转型练兵，在这里就照表操课练一次。好，把全流程我刚才讲数位化全部弄成，不要有任何的人工断点。好，连收件我都尽量不用人收。只要用人收就会有刚才讲有排队的问题，好，所以我们 97% 全部都是用数位警戒，只有 3% 是用人工警戒，好，这第一点。第二个后面要省啊，这个不是进件我就给钱啊，这个银行是有风险的，所以省件能够用电脑做决策的全部弄，尽量用规则化让它快速做决策，快速给钱，关键的少数的再用那二三十个人去做判断，所以分流，好，让电脑做不会很难判断的事，让人去守那个关键的流程，我才有办法处理一个月处理20倍的量。第三个叫流程机器人，我们中国信托已经有300个流程机器人，就用 RPA 技术，就把它想象成数位员工。他们有个非常的好处，你不管叫他怎么加班，他都不会抱怨。好，这第一个好处。第二个，他 不会违反任何劳基法，好，就没有什么一例一休一例午休的问题，只要电插着，他就帮你做。好，所以我们在2天内改了5个流程机器人，简单讲，那种 copy paste 的传档这些资料，只要一样，有3个人在那里做，你就需要增加20倍的 capacity， 所以我所有用电脑来做。我们后来去算了一下，它一天产生了10000件流程的产能，相当于865个人的瞬间的生产力。大家可以理解吗？我是不可能在一个月内找800多个人来帮我加班处理数困难，我用5个机器人达到800多个数位生产力的效果，好，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后是2天改出第一版那个数位进件，好，然后每2天迭代一次，最后2个礼拜把那个整个流程修好，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先跟那个唐政委讲，这个也是我们没有做任何行销，好，因为这是一个帮助政府的，但是自然 PTT。就会有人帮你行销，一堆人我去看的 PPT 超有趣的，就是他第三个英文字放，一堆人说啊，那个去中国信托的网站上那一个最好，因为3天内就有答案，然后也完全不用进分行，因为有些家的银行在做纾困还是要进分行，大家现在都怕进分行，怕感染，怕麻烦，好，然后就你看那个 PPT， 所有都在谁的体验好，你不用行销，他就自然那个量就进来，所以我们几乎分行没有去硬推纾困，只在官网上放一个 link， 然后 PTT 就大家自然进去把文件弄好，就在网上传开了，所以所有件就一直涌进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数位时代很独特的现象，就自然口碑或是群众就会帮你做把对的事宣传出去，好，所以最后我们很高兴。这个测试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最后 97% 的东西都贷款，28万件政府100万件的纾困案，在40家银行同时办的情况下，我们办了将近1/4的量，好，等于在金融业除了获利很重要之外，社会责任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 mission， 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把过去数位转型5年的基础快速的应变，好，在2天内能够让民众不要这么焦虑了，好，该拿到。大家不要都找我们办了，还是要多找一些别的银行办，一起把这个就是该支援的个人、该支援企业的东西，用快速的方式服务，快速的方式给到。
在这个疫情下，我们学到蛮多的哈。好，所以再帮我翻最后一页。所以其实，就像前面很多那个前辈去分享，其实数位，我们认为这波疫情虽然对大家都造成很多影响，但如果转个角度来思考，它其实是推动过去很多行为不好改变，但这一波自然透过疫情就改变的好机会。所以中信自诩在数位上能够跟台湾金融业带着大家一起跑，所以我们不管在未来这种无接触的情况下可能会持续，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情况下也提供更温暖的金融服务，包括一些无人化的服务，我们都会目前都已经利用这一波疫情在加速往前啊，过去，然后我们的高阶主管也非常支持，因为他发现这个趋势不但不可逆，而且这个加入速度会越来越快。好，所以以上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应该也没有超时嘛，对不对？因为所有人都等着要问那个唐政委的问题。好 ，OK， 谢谢大家。来，我就问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玉芬陈院长提的提问。他主要的问题我想应该是政委。好，那我想其他的这个朋友也可以回答的话，如果可以补充。他说第一个，企业如何快速的检视自己的能量投入数位转型。第二，政府是否提供数位转型的 help。 好，第三，政府期待地方政府在数位转型过程当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谢谢，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想我们让业界朋友回答，因为不同的产业是非常不一样的。像我们政府是服务业，公共服务了，公务员就是服务业，所以我们在做转型的时候，大概就是刚才就是 A B C D 里面那个E了，就是以大家的体验为主。就是如果大家体验好，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并不是说我们服务业这个一下子就能够跟客户完全满意，大家想要看到的是说，因为他每次的不满意而事情有所改善，那只要一直有一个共同改善这种感觉，那大家体验就会变好，体验变好之后，他才愿意付出更多的心力，然后大家一起开门造车。所以这个我们在公共服务上，这是我们主要一个 metric， 就是大家有没有被 empower， 就是自己在看到体验不好的情况下，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的去提出让体验更好的那个想法。我们报税人体这个大家报税这个在两年多前是非常不顺利的，那就有一个设计师说报税人体难用到爆炸，他跑来我们公正从网络产品平台提案，那我们就采取一个逆行逆来的一个模式。所以所有在网络上面骂财政部长说财政部长应该下台的朋友，每一个都接到一个我们的邀请函，说请你这个下个礼拜来财政咨询中心，或你若愿意来台北的话，你可以透过网络啊，大家一起把明年的报税的那个服务做好。那所以果然隔一年，那报税人体的服务的那个满意度就到达94%。那而且当时是从 Mac 开始，所以后来 Windows 的使用者甚至那一年说啊，我要去借 Mac 电脑来报税来体验这个抢先版嘛。那后来当然现在同一套系统，后来变成口罩预订的系统，现在变成三倍券的预订系统，都是当年这个看不顺眼的设计师过来的。所以有多少 percent 的你的顾客不是只是你的顾客，而变成你的合伙人，这是我们所要看的一个 metric。那第二个是说那如果企业也想要用类似的这种共同这个做法的话，其实就要看你导入的时候你多少自己企业内部的事情愿意让外面的人一起来想办法解决。有些是属于营业机密，这当然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观察到台湾中小企业有一个很棒的，就是说他在整个生态系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有稍微做出一个蛮好的数位转型的成绩，大家非常愿意去跨业的这样子结合。像在人工智慧学校的很多班级，不管是医疗相关的、制造相关的、品管等等相关的，其实都不是做国外的练习题，都是我们在地的中小企业的业主去把刚刚讲到的就是品管啊，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良率啊，或等等这些，就是老师傅他也很想传承，因为他也快退休了，但是年轻人就是很怕累，就没有办法这个跟着老师傅这么久来学，那眼看着就要失传了的一些这个秘方啊，那他们现在不是交给人类的学徒，是交给机器的学徒，那这个就很容易跨业去进行整合。所以我想我们就是透过是由产业出题，那我们的这个学研单位其实是类似一个智库的角色，帮忙去找到最感兴趣的朋友，他
不一定是我们传统上以为大学生一定是二十几岁，他很可能是就是在产业也有一定的这个经验之后，他愿意再回来念 EMBA 之类，透过这样的方法大家一起共创解决方案，那无形之中也是把在地的生产这个生态系去把它结合起来。所以我觉得地方政府在这里面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说如果这个地方它已经有一个聚落，那这个聚落已经是整个聚落刚刚这样讲互相分享是成功的话，那这个地方政府它的这个聚落的分享它就不是只是解决我们全台湾的问题，也是解决全世界的问题。就是我们上次好比方说我们办社会创新的高峰会，那今年当然是虚拟的，但前两年好比方说是办在台中这边，那我们就特别去专注在说哎这边怎么样子去把长照这件事情从以前家长不太愿意自己的子女去学习长照相关的知识啊技能等等，但透过他已经智慧化个性化等等这种方法，让他这个长照的工作者的这个地位也发生改变，然后也能够跟国际接轨等等，那这个就是可以教育全世界来的朋友，不是只有解决台湾自己的问题而已，大概是这样子的回答。谢谢。谢谢政委，我看真的是政委都是政委的问题哈。那我们再一样，我想这个下面这个问题有关五 G， 我想可以政委跟我们这个我们廖董可以回答。他说：“政委您好，好，五 G 未来政府的规划与想象是怎么样？第二个，对于科技与管理的冲突、法律、各自等等，政府的态度或者是未来的这个管理的方向？”是，5G 其实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越偏乡越先进，这个大家可能有听过。那这个也不是只是口号，其实我们在4G 的时候就是采取一个宽体人权的态度，任何地方都能够就是499吃到饱，这不是我们故意的，这是市场就是不小心就变成这样。对，那但是事实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任何地方它不是只是下载，不是只是像以前看电视那样子，它是可以自己变成 YouTuber， 它可以自己去传播它的理念，所以每个人他的参与的能力都因为我们的宽频人群在 4G 的时代而增强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特别去看几个就是垂直的应用场景，好比像说在健康方面或者是说在学习方面，某些地方虽然有 4G 的宽频，但它不管是因为设备的关系、师资的关系或者是大家使用习惯的关系，它就是不习惯透过远距去做。那但是它事实上是最需要的，好比像我刚刚有提到5G 做心导管或者是不要那么刺激的话，就在救护车上面去做一些重症处置啊这些场景。那目前好比像说在台东就很需要这样子的场景，或者在屏东也很需要这样子的场景。那他们跟最近的医学中心，不管是医生飞过来还是人后送回去，其实那个时间都差异非常的大。那但是如果透过5G 的话，他一面在救护车上移动，他就一面可以去进行一些医疗的处置这些。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一个场景，也是我们可以去证明说5G 不是只是 good to have， 就是好像大家看演唱会看得更清楚，它是 must have， 因为没有的话，这个不管是他受教育的权利或他健康的权利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这部分我们是因为5G 用频谱的竞标的设计是设计到就是多了一大笔钱，那笔钱就会专门用来奖励业者去把这些偏向的地方这些 must have 而不是 good to have 的这些场景先建立起来。那一方面也是练兵嘛，就是让国际知道说台湾抢先开通 5G， 而且抢先能够去做出这么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它可以在全世界作为市场。那二方面也是告诉大家说我们这个公平性还是很重要，不会因为是 5G 的关系就只有大都市的朋友去优先抢享受到 5G。 那前面是不是要是啊，我们看到这个 5G 的基础建设呢，基本上不是 for 5G 而 5G， 这个 5G 建设好之后，我们最主要是上面要这个 vertical 的应用，就我刚刚讲到的，除了智慧医疗啊，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智慧精密园区，各位看到它无人工厂已经架好给你看，你看完之后呢，政府就告诉你这是可以做到的，没有人的工厂都用机械化，或者是刚刚我们沈董在讲的这些自动化的这个工厂进阶到用 5G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垂直应用。那像刚各位看到，像我就是一个很实际的案例，像我们自己要转成数位化事实上是非常辛苦，因为我要拿到很多大数据，我才知道你爱的迫降在哪一段你看最久，你看最久那段我就把它研究一点，对，研究一点之后呢，你如果喜欢看结局是悲剧的，我就收10块；你喜欢看喜剧的，我就收50块。我怎么有这些数据呢？所以智慧运用的5G 不是 for 5G 哈，基础建设完之后，上面有很多垂直应用，就师傅领进门，个人自己要好好去努力了哈。那什么时候你企业像刚老师在问，你怎么会想到说要企业或者政府为什么你要去做各种转型？你有危机感，因为企业每天在营运，我们只要看到任何一个数据往下降，我们就开始想到，哎呀，客人的痛点啊，那个地方我们就要赶快 push 自己往前走。那你往前走一定没有动力，因为没有学习，我们没有办法像那个我们唐凤政委智商180，我们只好来中兴大学读书。好，向我报告。
谢谢廖总非常棒的补充。那接下来这个提问应该是也是政委跟我们那个沈副总哈，这是由杨鹤国际的戚正浩戚先生提问哈，针对沈副总提出的刚提出的经历，他说政府是否可以在这个强商进行数位转型的时候，是能够协助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厂商的评比，或是找到匹配的厂商吗？好，这是对政府的。另外一位是Winnie， 他叫做谢麻新创，好、哦，他说沈副总，您导入智慧制造的过程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您如何解决？您用什么样的策略？好吗？谢谢杨老师。嗯，谢谢。刚刚针对杨老师讲两个问题，谢谢两位的提问哦。第一个政府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数位转型过程中，政府有没有帮忙我们匹配，或者是有经营的厂商？很抱歉哦，是没有的。好，不好意思。这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因为本来数位转型就是由民间引导，事实上是这样。那刚才讲到，其实数位转型对传统产业它其实是比较新，也比较具有挑战的。所以当我们要找的厂商，它不只是一个懂数位转型的厂商，它其实要懂的是你的产业，所以它设计出来的东西才会符合你的需求。好，不然你只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人跟厂商在讲，他好像很懂他讲什么，但是我们认为他根本不懂我们在想什么，好，所以他会有跟我们是有一个沟通障碍。好，那我们碰到的刚第二个问题哦，对不起，第一个问题政府没有帮忙我们匹配，对不起，那但是政府却是有一些补助案提供厂商去申请，也就是说厂商你如果愿意，像我们如果我们愿意去做数位转型智能化生产，好，那政府经济部是有一个案子让你去申请，他会来看你的执行成果，然后分阶段，看到你有这个执行成果呢，他会分段的补助你做这件事情。那甚至呢，我想政府其实真的是很想推动这一块，所以在补助案中，他会挂一个条件，也就是他希望你去成立一家公司，去帮忙你的上下游也好，去做相同的事情。好，那这就回到专业人才真的非常的少，专业厂商也很少，我们自己就做得很辛苦，实际上我们要去帮助别人是很有限的。好，现在很多像我们的上游，我们的外包最多是能够做到自动化，那它配合我们做的智能化是什么部分呢？我们供给他一个工业手机，好，或者是一个 scanner， 好，让他能够至少收到我们的货的时候，他可以刷进跟刷出，也就是他可以刷进我们给他3000个工件，当他加工完成之后，他会刷回给我们，可能不是3000个，因为你会有报废，你会有叫机件，所以你会减掉那些数量，所以他可能进料的时候，他只会还给我们2900个。好，那目前最多是帮助我们的厂商做到这样子。那挑战其实分三个。好，第一个刚刚有讲过，专业人才、专业厂商非常缺乏。第二个预算，好，像我们做到那样子的预算其实是非常高的。好，所以你少量多样的东西是绝对不适合的，你一定要挑产品，它一定要是高量的产品，甚至它的价格是稍稍让你获利率好一点的。所以你整条生产线建制起来，不只是自动化，还有智能化的部分，它可能超过上亿、2亿、3亿都有可能。所以你的工件的这个单价跟它的数量，它有没有办法去这个 cover 你的这个成本，你自己要去做计算。第三个很大的这个挑战是这个不断的优化，不断优化这是什么？这个 never ending task 啊，你怎么样去长期来说，你不可能一直仰赖外面的厂商，好，所以你怎么去长期来培养自己内部的自动化跟系统工程师？
我相信对大家都是一样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那接下来不知道政委。我只补充一个，就是说其实看世界各国，除非是说把那个大的企业都变国营企业的那种政府，那是另外一回事。但只要没有把大型企业都变国营企业的那种政府，通常我们去做像是媒合这些，大概都是它是我们叫做技术准备度了，就是它是在比较前面的，就是它还在研究的阶段，或者它是在前五年的新创的阶段，这个确实政府会很积极的去做。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创业人知道风险一部分是所有人来帮你承受，这样子你才愿意去试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不然第一次就倾家荡产，哎，没有人会想要去帮忙去试新的技术等等。但是当我们在讲大规模的数位转型的时候，讲的是说它其实已经非常是上市公司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在一般的公司治理的原则里面，其实并不是政府来帮他媒合，因为他本身就是最懂这个产业链的人，说真的我们没有何德何能去帮忙媒合。但是我们可以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确保法规，就是刚才其实也有提到的问题，就是一些比较不要说过时了，就是它设计起来的时候是没有想象说事情可以这样子运作的。那其实有些特许行业相关的法规就是如此。那所以我们会确保说，好比说在金融这个特许行业里面，我们就运用一个叫做创新实践条例，简称沙盒这样子的方法，我们尽量去媒合这些试着打破行规的这些新创公司，跟这些已经很愿意转型的这些老牌的这个金融公司，尽可能不是好像零和的这样子，好像一个要干掉另外一方，不是这样，而是说他们挑一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对大家是有公共利益的，好比像说不用临柜再去办这个就是授信嘛，只要用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办授信，这是我们金融沙盒第一个案例，或者跨国的移工的汇兑啊等等，这些题目，那些题目对社会整体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媒合一个新创跟一个有牌照的那进来，那他就算是就是违法那也没有关系，只要不要违反洗钱防治法跟反恐啊，除了这两个之外都好商量，那你可以试着违法的一年看看，然后看看你说这个就我们答应不来罚你，但是就是你必须要公开你就是到底最后成功或者失败，那如果这个最后是失败，那我们很感谢投资人帮大家付了学费哦，这好像是那个乐透，不过是反过来，就是一边损失了很多，大家都赚一点点那的情况，那但是如果你成功了的话，那你我们的法令就会因为你而修改，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公平的，就是说当一个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对社会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法律一定要超前于实务，这个不可能，但法律也不可能落后于实务，看着实务绝尘而去哦，所以我们好像在高速公路跟车这样，刚好跟着几个车身的距离，那实物如果这个真的不太 OK 的话，那我们就告诉大家说，哎，以后这条路不要开，会撞墙。那如果它真的很 OK 的话，哎，一条新的路就因为这样子做成，那这样的话我们政府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确保说它可以公平的被接取，那就是说任何其他人在 try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先占者他已经有先占优势，他说不定网络效应都已经发展出来了，但是后面的人如果还用新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也不会因为我给你一个特许，然后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竞争者，我们就会引入各种各样子也想要达到相同的公益目的的朋友进入这样子一个地方，来确保大家还是可以用一个就是比较公平的公道的价格来去接取这样一个新的服务，所以就是说法规还是落后于实务，但是它的落后其实可预测的，可能一年可能两年，但两年之后这个就会变成是大家都负担得起的所谓的金融的普惠，那金融只是举例而已了，那任何的特许行业大概都是如此。谢谢。好，谢谢政委。一样，我马上 follow 就是金融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由技术长跟政委来看怎么回答。第一个，提问是中兴大学财经硕士刘盈秀，他说，请问技术长，开放银行的新商机对现有的这个银行业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挑战？第二个，亚洲地区的行动支付已经是常态，那但是台湾的相对行动支付的普及是落后于亚洲其他国家市场，是政策的问题还是技术上的问题？好，我先回答第一条，就开放银行对银行业而言是一个很好的创新机会，但会带来非常多的挑战。开放银行的概念就是把过去我所有的客户资料跟产品都是在银行的范围里面被提供，那国外不管英国或台湾接下来开放银行的二三阶段，它会让客户，你们可能未来就可以直接在手机用一个不是银行的 APP， 但是它可以看到你在中国信托、玉山或是欧贝三家银行的整合的那个账户，所以你可以进一个 app 看到你所有的信用卡刷卡，看到你所有的交易往来，好，所以对使用者体验而言是非常好的。所以站在金融业角度，我们也希望这个创新能够提供各种可以未来想象的一个空间，让民众能够得更有利。那它的挑战是什么？是
银行是一个非常注重资安跟保护客户资料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等于把各位的资料都锁在金库里，那个金库是有警卫，有钥匙，有十八道防线。但 FinTech 业者，就我们讲这种新创业者，有时候他的资料保护的那个花的成本跟时间并没有像银行这么高，所以当我把各位的资料透过各位的同意下给那个新创业者使用，万一他的个资被泄露，是他的责任还是银行责任还是消费者责任，这一方的 这三方的一个法律的厘清，会是接下来 推动所谓开放银行在客户体验跟个资之间的一个平衡。所以政府现在也在努力，就像唐政委一样修法，去调整这部分的，做一个所谓的负责任创新啊。就既然能够让客户多用点资料，但同时在一个资安跟大家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持续前进。所以我就第一题先结束。其实我们在谈行动支付的时候，我在内部会议常常说，你如果只是要冲高行动支付的趴数，这其实非洲很多地方是很高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嘛，所以我们只要把大家选择拿走，就是说，一年之内禁止提款机跟超商合并营运，然后一年之内禁止就是不抓伪钞哦，那这个我们绝对明年行动支付率90%，可是那个到底有什么意义？那个完全没有任何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提款机的可及率，然后我们真的。伪钞并不盛行的这两个前提底下，那大家用票证又用的非常多，因为像悠卡、一卡通等等，那其实他们的这个转型是渐进式的转型，就是说我用票证用惯了，我用感应式，像我这个邮局才刚换的那个有感应式 Visa 的金融卡，我就觉得很快啊，就是他从拿出来到付款完成大概只要1秒钟，那我不管用 QR Code 正扫反扫我都要2秒钟，那我为什么要选2秒钟的那条路，我为什么不选1秒钟的这个体验，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我们还可以，就我们在这边讨论说我们那个行动支付的趴数啊，这个秒钟的数量啊，这个是不是改成用指环付款可以再减掉0.5秒啊什么之类，我觉得那个叫做第一世界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有那么多的选择，然后再让某个选择的体验变好，有点像口罩还要挑颜色或者豹纹是什么是一样道理啊，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不能是用 mobile payment 的这个趴数去看我们金融普惠有没有做好，因为我们的金融普惠早就透过不管是柜员机或者是透过这个便利商店的 kiosk 或什么，其实每一个其实都是服务各位的一个窗口。像这次的三倍券，其实也非常感谢这个中国信托还有另外两家研发了那个就是刷3000提2000的那个 ATM， 那个其实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未来很多的补助纾困所有这些东西 ATM 以前没有是一个窗口的，但现在 ATM 发现你可以跟 ATM 讲话，而且 ATM 还听得懂你讲话，后面是 AI 哦，那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说以后的区公所事实上 ATM 也变成一个区公所 的这个情况。那这个其实是大家当然这次的利用率，因为我们这个就是 7-11 的行销预算实在太大了，我们加起来都没有办法跟它抗衡，所以到最后就大家都去就是便利商店去预购，这个是就是事实上就是如此。那但是我们还能够在这边说就大家做这个选择做那个选择，也是在体现说我们其实我们创新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变好，让大家更有温度，大家会去最有温度的那边，所以我们是在有温度的这件事情上面彼此之间友善的竞争，而不是说好像是在其他管辖领域那样子，是把别人的这个可能性从这个特区拿掉，或者是干脆让人家直接这个抽换啊等等，那变成说只有我能够赢这种所谓狼性的这个竞争，我们这边是不这样做的。所以这也表示说我们这边出现的竞争它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其实都可以普及，因为它是具有这个普惠的效用。这样，谢谢。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就做一个小小的 ending 完之后，我们再请校长给我们做一个快速的 ending， 好不好？好，那我先要代表中兴大学管理学院和财务金融学系对所有这次活动的这个讲者也好，政府单位好，同学跟大家再一次感谢。那如果有任何我们疏忽没有做到这个完美的地方，我想把责任都算在我们中兴大学财经系系主任身上。好，那我想未来数位转型的路上，我想各位不会孤单。好，中兴大学管理学院，我们身为台湾顶尖以及中部领导的学院，我们会在这一波的转型路上不断提出愿景，分享前沿知识与经验，并担任政府跟民间的这个企业的桥梁。那未来我们主任也会开始做很多这个叫做线上会议，我们会全面对这个数位转型的议题来开始
来在管理学院里面补开，那未来也请这个唐政委有机会能够再给我们支持与鼓励。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就用最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今天的讲者啊？好，那我们请校长给我们做最后点评。好，政委跟各位这个以谈人啊，还有各位先进，我想各位跟我一样啊，今天中午都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知识飨宴，特别是政委对很多问题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好，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受益良多。那我想我们是不是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唐政委跟各位以谈人，谢谢你们，好，谢谢。